怎么那么便宜？便宜是因为我挑剔，如果我觉得人不好，给再多钱我也不会租的。随便看看吧。好，是押一付三吧。嗯。那我们什么时候能搬进来？签完合约，交完钱就可以了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嗯。这屋里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动，保持原样，可以吗？没问题。那太好了。你们再看看。酱，所以我刚才把它洗干净的。总之呢，这屋里一切都得保持原样，懂吗？
亲爱的小铃铛，最近工作很忙，昨晚。是，你是很忙，忙的都忘了你是个有老婆的人了。什么意思？你自己去照镜子看吧。老婆，我是个演员，我得演不同的角色。对，我也是。在外面那么辛苦，还不都是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。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吗？我发誓，如果我在外面做了对不住老婆的事，我保证天打雷。屁呢？不吉利。好了，我相信你。手艺不错呀、啊，好男人必须出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怎么样？尝尝我的手艺。好啊，现在怎么都改男人做饭了？我们那会儿可不这样。时代不同了，小玲，准备碗筷，开饭了。知道了。别把身边女孩惯坏了，没好处。我觉得那个女房东怪怪的。没有吧，挺好的。自从我们搬进来到现在，她每天唠叨个不停，说这个也不让碰，那个也不让移的。我们又不是没交房租、啊。那是习惯问题。好了好了，我饿了，快去准备碗筷、哎，快快快！哎呦，来，我一定要努力工作。让小玲幸福。老公，你想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，明天有几个试镜的事。每天就是这些，太辛苦了。不辛苦。老公，怎么了？你有没有听到一个很奇怪的声音？没有啊，什么声音？真的有一个很奇怪的声音，你再仔细听一下。没有啊，老婆。老婆，老婆，啊、你太紧张了，不许瞎想啊！来吃饭。老公，你陪我到楼上看看好不好？说了没什么，现在可以安心了吧？不对，明明有声音啊！只是一只老鼠而已，不要自己吓自己。
就凭你们。像小金这么敬业的演员真是不多了。是，不像现在的演员呢，戏不怎么样，嘿，谱还特别大。是，听我说啊，不出三年，小金一定会成为一名国内的知名演员。哎，各部门怎么样了？准备好了，开始吧。秦哥，哎，你害什么羞啊？都是爷们儿，谁看你呀？哎，晚上去酒吧放松一下。我老婆刚流完产，一个人在家害怕。啊，我听说女人流产后阴气重，容易看见不干净的东西。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就是那个。老婆，咱们休息吧。老公，有你在家的感觉真好，我一个人也不会害怕了。以后我多点时间在家陪你。哇，要是有个孩子就更好了。对不起，老公，是我不好。傻瓜，我又没怪你。我知道你喜欢小孩。等我把身体养好了，咱们再要一个。嗯，生一个和老婆一样漂亮的小公主。嗯。Thank you.
有事吗？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我到底怎么了？布娃娃不见了。是这个吗？他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他。把他放回去吧。啊，您看，要不然就把他放在您这儿吧。可以啊。不过你们就违约了，按照合同，你们应该搬出去。不是，他就是一个娃娃，也不是什么别的东西。他可不是一般的娃娃，他是我从尼泊尔带回来的，全世界只有一个吉普赛家庭能做，而且10年只能做一个，所以它是无价的。它既然是无价的，您就好好收起来吧，要不然它会被弄坏的。不会的，它会自己好好照顾自己的。嗯，放心吧，它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
会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小弟啊，我向制片人极力推荐你的，好好的。你丢人啊？哦，这是定金，你先收下。马总，张导，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好，好，回家好好准备准备，两天后新闻发布会。哎。是，但我记得您来过几次了，而且每次只看这一款项链。我确实来过几次，我买这条项链是要送给我老婆的。先生，您对老婆真好，她一定会很喜欢的。抱起来吧。好的。我终于能实现这个愿望了。在干嘛呢？怎么了？过几天是我生日。又接了两部电影，是吗？那也别太累了，你看你都瘦了。喵，小猫真可爱。年轻真好。小铃铛，是我，怎么了？老公，这屋子不正常，一定有不干净的东西。我刚才看到有个黑影在那飘来飘去，我实在受不了。黑影。小猫真可爱。是抱着一只黑猫，对，肯定是那只猫。别怕，乖。老公，我们搬家吧，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。好，我答应，只要攒下钱，咱们马上就搬。老婆，你看，老婆，这是我提前给你买的生日礼物，正好明天休息，陪你散散心。
今天看新闻发布会，我会尽量早点回来的。你能早点回来就早点回来，我一个人在家害怕。亲爱的，要不让茵茵陪你住几天吧？嗯。嗯，乖。休息一会儿吧。嗯。小铃铛，想什么呢？想幸福呢。幸福，幸福是什么？对于我来说，幸福就是我每天清晨一睁眼，你和阳光都在。这就是我要的幸福。亲爱的小铃铛，自从你13岁来到我家，我第一眼看到你就喜欢上了你。当时的你瘦瘦的，小小的，手里拎着一串小铃铛，眼角含着永远也流不完的眼泪，嘤嘤地告诉我和爸妈，你们家出了车祸，是因为爸爸妈妈的拼命保护才让你免遭劫难。当时的你好美，但又好脆弱，就像清晨树叶子上的露珠，整个人通透到了极点，看着让人心碎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你就是我生活中的阳光和空气，每天一睁开眼睛，我必须马上见到你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你和阳光都在，就是我的幸福。后来我们都长大了，一起出来闯世界，你做了演员，越来越忙，在家的时间也越来越少，我们不能像小时候那样天天在一起了。亲爱的小铃铛，我一定要让你幸福，住上我自己的房子，每天早上一醒来，我和阳光都在，还有我们的孩子。Thank you.
成了红色，还有那个布娃娃一直在追我。我们再到楼上去看看爸爸吧。车不在这儿。老公，刚才真的很可怕。老婆，不是我不信，只是医生说了，你流产之后精神比较紧张，容易产生幻觉，所以不许下乡，安心把身体养好。老公，我好了，老公抱着，我回去睡觉。伤身体的，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说的话呢？这个布娃娃肯定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？昨天晚上你说他会跑，是我把他拿进来的，这不好好的吗？我受够了，我受够了，我受够了。老婆，老婆，我知道你想出去找工作，可是你的身体。住我家，你说爸妈太烦，住城里，你又说太吵，这一年来来回回搬了六七次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满意的地方，还没住多久，你现在又要搬。老婆，这次可是交了三个月押金的。不搬家也行，但你必须把这个布娃娃交回给陈姐。小玲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不太在乎他，不过他那天来很不礼貌，我现在觉得他有意在刁难。今天是娃娃，明天也许就是其他的什么东西，或许过两天又有什么事情奶奶不高兴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合同当初要那么签，其实人都是一样的。
我下午还有戏。那好吧，下次。好，下次。等领了片酬之后，我们立马搬家。好吧。那好吧。哦，对了，我待会儿还得去片场，你在家好好休息一会儿。嗯。什么意思？对，我是答应嫁给他，虽然他比我大十几岁。闭嘴，我们十几年的感情就抛下了。你别生气嘛，其实我们这样也挺好的，他有房有车，只要我嫁给他，我就能帮到你。我觉得你恶心，别靠近我。卡。 OK。 老公。老婆你怎么来了？老公你演得真好。快点啊，冷死了。姐你演得真好。我给你煲了点热汤，给你送了过来，你趁热喝了吧。老婆，我忙得哪有时间喝呀。还有医生说了，你流产之后要好好在家休息。乖啦。小李。哎，那个待会儿我有戏，你替我送一下你嫂子。好的，嫂子这边请。那你记得要喝啊，一定要喝。小金。站长。小姐。有些话我不想说的太多。我知道你们夫妻感情很好，但是啊，你可是偶像级演员啊。你结婚的事情让别人知道的越少越好。要不然你的女粉丝们他们会失望的，明白吗？嗯。好，明白就好。来，准备下场了。说阿姨，在这个楼上有一个特别恐怖的布娃娃。他白天在二楼的书房，他到晚上他就……好了，不要怕，我保护你。有那么神奇吗？当然了，来我去看看。你确定？在哪里啊？丢了，房东说了，我们要是敢动这里的东西，他就把我们赶出去，而且房租也不退给我们。没关系，我有办法让房东自己把它拿回去。哎，你老公呢？他最近比较忙。我前两天还在电视上看到他了呢，可威风了。
你说他要是火了，出轨了，我怎么办啊？好啦，金不是那样的人。我也知道他不是那样的人，我就是打个比方嘛。如果他要是真敢对不起我，我就剪了他。你剪了吗？爷爷啊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我工作那么忙，哪有时间找男朋友啊？真的假的呀？你上大学那会儿还天天跟学校的帅哥们打情骂俏呢。哪有，我是不想找男朋友，我想自己赚钱，不想靠男人。不过你这主意挺不错的。哎，明天我们出去逛街。好啊。哎，我自从搬进来之后啊，我好像很少出门呢。去哪里逛啊？我买好多好多的玩具。我老公回来了。老公，爷爷来了。嗨。啊。哎，我先进去待会儿啊。你为什么对英英这么冷淡，一点礼貌都没有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平时不是这样的呀。我太累了，不想和任何人说话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累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老公他，他可能是太累了，我理解。他平时也不是这样的，你不用解释啦，咱俩是跟谁啊？真的？嗯，我就说嘛，我们家小英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呢。哎，你干嘛？睡觉啊？我们上大学那会儿不是天天睡在一起吗？可，你老公怎么办？管他呢，咱们毕业以后都很久没有睡在一起了。是啊，想当年啊，你还特别喜欢踢被子呢。我现在也很喜欢踢被子。是吗？睡觉。您怎么坐这儿？小林他们呢？你的小女朋友一早就出去玩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他们都出去了。对，现在家里就剩你和我。啊。怎么？有什么不合适吗？没什么。上班，小林他们随时都会回来的。这个楼呢也不算太高，这也不低吧？这算啥呢？想当年八楼我也跳过。当然我知道这个肯定是有危险的。这样吧，兄弟们，300块钱啊。300？开什么玩笑呢？老熊啊，把这个机器给我。500。小刘，让他下来，这个机器往这儿弄。800吧，为了800块拼命，不值得吧？我说你们是不是五行啊？好，这样，1000，我就不信没人敢跳。导演，张导，怎么样？我亲自跳的，我还没开机呢。那是不是还得跳一次？你说的。干死我了！作为女人，不能太懒散呢。你
刻注意自己的形象。哎，这是在自己家呀，在哪儿都一样。女人啊，要时刻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展现出来，要不然你的基因会对你厌倦的。你说金他会吗？所有男人都一样，尤其像金这种整天在娱乐圈里混的，身边有多少美女啊。我明白了，从现在开始我要彻底改变我的形象，让我老公爱我一辈子。没有，他就是会自己跑出来。
你吧，我都快疯了这两天。这女房东是一个人吗？她没老公？我也不太清楚，我听邻居说她好像是从国外回来的，她老公把她给抛弃了，所以她才回的国内。是吗？哎呀，我该怎么办啊，英英？你先别慌，这些应该都是人为的。你是说陈女士？醒了，你知道吗？在古老的吉普赛，有一个人偶连环的魔法。在这个游戏中，你不是主角，小林是。我看上她的美貌，她年轻的身体，她所有的一切，我都想拥有。
怎么了？看你一整天都不开心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小玲，我公司还有点事儿，我想我该回去了。哎呀，你别啊，你再多陪我几天嘛。小玲，有一些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跟你讲。怎么了？就是你们，小玲，你跟我走吧好吗？那我走了金怎么办呀？你的心里面只有金吗？那不然呢？怎么了？好吧，那你多关心他，多注意他吧。小玲，我走了，娘。
现，我很快乐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是小林的好日子，对吗，亲爱的？亲爱的，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？在古老的吉普赛，有一个人偶连环的魔法。今天这个魔法的主角是小林，还有我。我太喜欢小林了，她是那么的美丽，那么富有活力，她的一切我都想拥有。但要想完成这个梦想，必须有三个条件。第一，你要害怕我，恐惧到极点。你怕吗？第二，你的爱人必须背叛。不过这一点，你的爱人已经替我完成了这一部分。第三就更简单了，你刚才喝的这杯是我从尼泊尔带回来的具有魔法的药水，喝了它，一切都将是我的，而你将会变成那个布娃娃，从此没有爱，也没有恨，更没有痛苦。我相信到了那个时候，你一定会觉得很幸福。你终于醒了，你已经昏迷好几天了，你的开颅手术啊做得非常成功。我在哪儿？
我怎么了？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你是谁？他是你的主治医生陈医生啊。你现在好好休息，少说话。好，谢谢大夫。小铃铛，你醒了。老公，有一个特别恐怖的古屋，里面有个娃娃，会说话会动，特别可怕。小铃铛，你出车祸的时候头部受了伤，颅内有一块淤血，已经替你取出来了。所有的一切都是梦境，没有什么古物，也没有什么布娃娃。安心养伤。老公，我想跟你生个孩子。要生就生龙凤胎，一男一女。老婆，等你病好以后，老公天天陪你。只要你能陪我一天，我就已经很满足了。老姐，你的快递。怎么会有你的快递？